招呼。Hello， 大家久等了，我是林嘉伦。对，他们真的是从早上开始守候。对对，我知道。对，他们其实此刻内心很奔涌，但是我刚跟他们讲了，乖一点，不要呐喊，所以他们真的都很好。是的，是的，就是互相理解。对，是的，是的，我们保证活动如此顺利的完成。70周年啊 ，Tasaki Floating Show。这个浮游梦泽这个名字，我不知道你有什么样的感受。就感觉非常的特别，因为每次塔萨克总会给我非常多的创新的东西，我每次都在感受，所以我一直在被他的经验。看前面，好。其实浮游梦泽这个名字充满了诗情画意啊，对不对？它讲述的也是珍珠在海洋里面逐水漂流，到最后拥有梦幻光泽的一个旅程。那其实作为中国区的品牌的代言人，对吧？嘉伦也是非常了解塔萨克，对于这次的展览，你有什么样的期待吗？我看到了非常多这个跨界合作的作品，所以塔萨克又一次带来了突破给到我，然后我就感觉非常惊艳，然后我还希望可以再在里面持续的再看一会儿，没看够。没事，我们整晚都可以。